徐董事长、黄理事长、马市长、江市长，里面的各位同仁，各位来参展的厂商，各位贵宾，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么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台北电脑展25届的展览。我们首先祝这个台北电脑展25岁啊，生日快乐啊！希望50岁的时候我还能够再来。那我们这个台湾的电脑从代工啊，初级代工到今天啊，自创品牌，有这么多的多样的进步的一个成就，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业者这么多年来的奉献，那么尤其我们工会同仁的这个牺牲时间生活品质，那么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成就，我代表我们政府表示非常的感谢。我最感动的，我们理事长刚才听他讲话，还对未来充满了乐观，比行政院长还乐观。所以我觉得将来立法院总执行以后，我有时候在请我们理事长来跟我特别演讲一下，让我充电一下，非常好的。这个因为成长得很快，刚才马市长也讲了，其实我刚才从行政院开车到这里30多分钟，这也不简单，其实成长太快，这个不能交通不能怪马市长。但是大家有在抱怨这个场地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有选一个新的场地，刚才这个徐董事长在关心，就是说桃园高铁站的这个特定区，那我们规划一个叫做国际会展城，那么这样就是场地不会分散，将来可以集中在那里展览。那这个预算本来是列在2008台湾博览会，那这个预算在立法院还在奋斗中，今天还在奋斗，但是不管通过不通过我们都要推动，我们希望办了这么成功的一个展览，应该政府有义务提供足够的场地，让这个展览的贵宾和参展的业者都能享受最好的一个场地的服务。另外我们本国的一些民众也有在抱怨，你说我们这个电脑很发达但是我们自己看不到比较高品质的HD 的高画质的这个节目，那这一点我们最近有推出这个整个计划，就是用政府的力量来鼓励或是来推动政府自己的公共的电视来增加这个高画质节目的这种制作，那不要说我们电脑自己很少看到高画质，要到外国销到外国，那反而是别的国家在看，我觉得我们有生产电脑，那我们民众应该享受到我们自己作为电脑王国的一个科技的这一种成就跟成果。那么最后我也非常感动，今天主办单位办这个活动，他刚才一开始用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舞蹈跟歌声那么把这个科技跟文化来整合，那也把我们传统跟现代让它能够融合，那这完全是我在提到的一个共生的概念。我们英文好，我们现场也有外宾， So let us all together count down to 1 3 2 1。 好，我们在这里用掌声迎接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科技的列车在绕行着地球，象征着台湾与世界接轨的意义。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正在地图上发光发亮，也说着我们的电脑产业在国际间辉煌亮丽的成就。好，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好吗？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院长，在这里因为院长他有要工在身，必须先行离开，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是